怎么了？我梦见我爸把我们两个分开了。傻丫头，你在做噩梦啊？不是好好在这边吗？是的，你在这边呢。金夏，你永远都不要离开我。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前面天买酱就四个，那还缺一个。对，再买一些佐料啦，酱油啦，大蒜啦，这些我看就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哇，菜，肉，菜。这是您呢？请问你是庄静夏班长吗？你敢知影我心？